深夜备受瞩目的青春芒果业正在进行紧张的彩排工作，人气演员朱一龙也是一身黑 look 搭配灰色棒球帽亮相彩排现场。朱老师除了认真准备自己与马伯骞的合作舞台外，还和帅气鲜肉陈立农上演了超养眼的同框小互动，两人不仅全程认真彩排对词，偶尔还默契大笑，氛围看起来相当和谐有趣呢。想知道两位小哥哥将带来怎样惊艳众人的合作的宝宝们，记得锁定今晚8:18芒果 TV 现场直播的青春芒果业啦。芒果捞新闻，期待两位的精彩表演啊！报道。